我昨天晚上甲恁当，谈过人发言的时阵，偷偷去拜，听见恁讲，我啉的鸡汤真好啉，恁敢知影？我即摆有进步啊，恁替我啉看卖好无？ 是嘞，我真正无迄个面筋哩。洗车是我唯一会当穿好拖的方式。哎呦，我特别出门啊，恁就都弄尿啦，你去讲几遍？ 啊！你不是想要变数，我无法度啊！雅杰，真正是你哦，真正是你啦！哎呦，不怪不怪，查某囝，爸爸才收你的呢啊！啊！你什么时阵回来啊？啊，东区较早呢，伊还在美国，无跟你做伙回来啊？ 虽然有听讲爸的情形，啊，不过即马雄雄看到爸变甲安尼，我是无得接受。哎，啊，你哪拢唔讲话啦？啊，敢是倒位无爽快啊？来来来，哎呦，雅姐啊，你甲爸爸讲啦，啊，你是不是有倒位无爽快啊？ 那是你过来，妈，这只是我一点个心意，我拜托你，你莫生气，莫给他担忧，好不好？妈。 可能在要这里走，连酒后嘛免怕。什么意思啊？啊？这就是你要表示你的心意的方式？ 心肝内当遮样啊？五年嘞，五年嘞！你无当来看到，准都煞，你连一通电话嘛无。你爸爸特别都来问我，讲你人去倒，我唔知要安怎甲应。我都算是迄当初甲你讲话讲到遮尔准。 感觉你真正都这么忍心，都安尼做你走，感觉你拢袂艰苦。你的意思是，你已经原谅我。 是我身躯顶的一块肉，我都算是国家那受气，我敢有可能恨你一世人哟？
你这么久都搞搞，你还这戆啦？你早都后悔啊！你想要问我，当然看我，啊？你认为爸爸妈妈要亏我呢？妈妈，是的啦，我真正都无迄个面，代志拢过去啊，你慢慢想遐尼济啦。 对啊，妈，你要提钱，唔免啦。恁哥哥逐个月拢会寄来，啊，我即马嘛替阿辉拢咧种兰花，妈妈有咧趁钱啦。妈，无偌济啦，这是我甲董俊一点心意。 系啊，这铺软砖爱冷藏。我透早就去你包包内底，是讲来遮会赶袂赴汤去住，后天才阁找所在住。想袂到留落来吃饭。先走。无啦，妈，这一点仔心意，请你定下收落来。 雅姐，你心内若有代志吼，拢是藏袂了的。我看你拄仔咧看你的包包，你面色都无啥好。你包包内底是啥货？无啦，无啥物啦。妈，我来去洗手间一下。但真正无啥物。真正无啥物。妈，妈，我看卖咧。 姐啊，啊你虾米时阵得着糖尿病啊？爸，唔是啦，这是我替朋友保管的美容针啊。哎呦，哎呀姐啊，啊你巴肚是安怎啦？哪会坐住下的空啦？啊啊你破病是无啦？妈，你看你是创啥啦？你甲爸惊着啊？ 到今麦也要乌毛啊！是虾米针麦输你巴肚的？就是黄体素啊，破人针这种注意的针，你是怎啊久啊啦？才拄啊开始尔，妈，你免遮尔大惊小怪啦。虾米你免大惊小怪？你不是甲我讲过，讲你要顺其自然？啊，当今嘛甲我讲过，伊袂让你食这种苦啊！伊今麦是安怎哈？ 为天话，他干嘛玩？我拄啊听到讲你要生囡仔，我拄啊想着讲哦，你拄啊做这个啥？我哪会咧戆家，搁伫遐咧怀疑讲我要抱孙啊？我真正想，妈，其实这是我甲东俊参详过结果。你嘛知影，我以前不管怎调养身体，拢无法度有心。 不再讲，我今嘛嘛袂少岁啊，想讲要趁即个机会，努力看卖，无得卡，我真紧就我甲当初的囡仔。啊，那失败嘞。
你唔着继续甲受这个苦。雅姐啊，我看你哦，已经煮足济只物啊呢，哈，足疼的吼。没啦爸，关系就好啊。那煮下这种苦，没有让你关系就好啦。冬俊对陈良心已经骗去，迄都有够害啊！我本来是想讲哦，只要你幸福就好。伊甲陈良心哦，伊要安怎，我真正就办大讲啊啦！伊即马竟然讲你受这种苦，妈，你莫怪冬俊啊。其实是陈良心害阮阿弟，披荆斩棘想要抱孙，所以阮才会想讲去做试管婴儿。就知，陈忠是咪老可怜，好啊对待你。陈忠贤，你甲阮老家母托干咩无够？你即马连亚杰你都无要放伊煞？你甲恁陈家即马啦，要传到这代拢压在伊身躯顶，恁硬要变生囡仔，你即马是安怎？我希望陈家会当开枝散叶，这是任何一个做老爸啊，拢上界平凡的心愿尔啦。安尼是有啥物唔对啦？搁再讲啊，我只不过讲一遍尔。你随走转去甲因斗，而且啊，你这做新妇安尼，就真正想过唔捌代志呢。你的后生唔拿当正事的啦，是你这老爸哦，做了想过失败，所以才会甲我摇逼走。结果嘞，你即马反倒转来，你即马要逼我爷爷替你生孙，伊毋是生起来过去啦。冬俊啊，我嘛足想要抱孙的呀，啊，不过得顺其自然嘛，对不？用逼的吼，就是不应该啦。无猜吼，你以前阁甲我挂保证，阁会好好疼惜雅杰，原来你拢是骗人的你。这五年来，大家拢残无够，醉无老啊，即摆是恁乡总了安尼四个骂人啦，到底凭啥？凭啥？凭阮是雅杰爸爸甲妈妈，你无要认阮无要紧，雅杰要认，阮即马就是以后头厝的身份来，安尼敢袂用的？妈，你莫骂冬俊啊，这是我甲冬俊共同的决定。无唔对啦，这是我甲雅杰讲好的代志。好拜拜嘞，你好我唔好啦，你看我看伊不肚即马是啥物情形，哈？伊为着要完成你的心愿，做甲鸡巴肚拢是空的。你敢忍心伊为着要替你生囡仔受这种苦？你对伊的疼惜嘞，哈？雅姐，可是讲你若是认为这个方式无妥当，你就直接跟我讲。但即马大家拢伫咧，你做咧讲无要紧，甲话讲清楚。妈，我知你是唔甘我，啊，不过我真正希望有一个家己的囡仔。哎呦，雅姐啊，你是唔通为着要维持这个婚姻，啊，委屈你家己呢？啊，无恁即马是安怎啦？第一，恁厝花无够，继续走，还是要继续花哦？我跟你讲啦，人生讲起来，雅姐即马已经算高龄产妇啊，要有新的机会真少。啊，不过啊，硬要生啊！迄风险是真悬。讲者较白啦，我若真正哦，足想要抱一个金孙啊，我规期叫董俊去找一个少年、身体够好的来生，暗时够愈方便。这是你做大官应该讲的话吗？这种无礼无体的话，你也讲会出嘴？哦，陈忠信啊，你真正是安尼，两毒阁无心肝啦哈！你为着你家己要抱孙，啊，讲一寡有诶无诶，要破坏伊的婚姻啊！你是好话啦。讲到孙啊，你的孙我给因大只大，大只硬，甚至我搁出钱还去美国读书，恁敢有甲我感谢过？无，唔那帮阮背去，甚至你即马亲门大户来遮，要管我的家内事，我真正想无呢，恁是有啥物资格伫遐遮大细声啊？当然嘛有资格啊，啊，就凭雅姐是我的查某囝啊。娘啊，我知你头壳啊无解拄好，啊，不过你也知影，亚杰伊姓杨，
伊的亲戚老爸是王文金，不是你。你是好阿伯，就算再也不是伊的亲戚老爸，伊嘛请养伊三十年。人讲生的放一边，养的较大天。文金无伫的，再兴比任何人，搁较有资格替伊阿姐讲话。那真正要照古早的规矩讲呀，董俊甲雅杰两个结婚这久，到今麦无囡仔，早得离婚啊！那是阮董俊孝敬，所以到今麦还阁啊雅杰惜命命。雅杰做人心薄，伊若知影感恩，伊拼性命甲董俊配合，赶紧生一个囡仔，这嘛是应该好无？我唔知你阿公某走这是咧大细声啥物话呢？哎，咁真正是安尼，因为这。你怀念这个所在，所以总工找这借口来这留老的哦。我若要安尼，我跟你讲哦，以后恁若清清菜来安尼，我要收门票。你免在遐咧讲遐五四三的啦！我跟你讲，你若真正为着要抱孙，你来折磨我雅姐，我绝对袂帮你煞。哎，无请教者，今麦恁是要安怎唔帮我煞啦？好啦。你若真要紧，你查某囡仔赶紧甲带转去啊！未生的新妇啊，留在阮陈家嘛无路用啦。你敢袂当讲一个人讲的话？咱的渊源已经结束啊！你若是一个查某人，你都莫牵拖我爷姐遐去，甲伊咧抱咧鸟屎啊冤！你若是希望你死啊，有人替你旁头，我拜托你，我甲你苦劝，你着积一寡阴德，莫搁做孽啦啦！嘴巴臭啦！真正输给的是恁啊！我前半世人已经让姓罗的人甲母甲龙家散脱，我后半世人，搁恁饲出来的爱乱伦的罗安杰，甲我后生的魂拢搞去，害我失去一个后生呢！我想无你这么直接大细声啥话啦！安杰就是叫你害死的，你有啥物输给母娘伊？你是这笨蛋，嫌伊失体的人，你才去饲出一撮大命的囡仔啦！错啦！雅姐也不是无去配合生囡仔啊！伊的爸爸妈妈看到伊哦，为着要有生，这尔辛苦，当然嘛唔甘，当然是要替伊出气啊！你到时候讲啥话去伤害人啦？好，真好啊！我一个后生啊，魂去用狗去；一个后生啊，爱做母奴啊。两个根本就是一对用手骨拢曲外的双生啊！发展忠诚，我哪会这么贤生啊？